你是不是也听过海钓非常挣钱？因为很多海鱼一条能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。于是这一年带着女朋友花重金出海海钓，但却次次血亏。评论区就炸了，说钓金枪鱼肯定不会亏，虽然去深海的费用不菲，但想要单车变摩托必须搏一搏。我立马带雨辰从北京飞去海南，看看这次能不能大赚一笔。哎，我这次经费有点燃烧啊。多少钱呢？饵料什么船费所有费用，一个人这个数。1000。一万。一个人多少？一万。不行了，咱俩能行吗？可以可以，这现在金枪贵，就一年中最肥最大的时候，一条就能卖几千块钱，所以我觉得回本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但羽泉还是不信，说要再问下船上的职业钓才肯付船费。那金枪能有多大？现在个体在30到40左右，大的话有200斤以上。那它能卖多少钱啊？100左右斤。巨物级。一百一斤，3000-4000块钱一条。今天不许睡觉啊，眼睛不许。坐了6个小时的船，早上吃的猪柳蛋都到嗓子眼。到了，哇塞，这真是深海了！你看海的颜色都已经变成这种深黑色了。慢点，慢点，太晃了，是不是？远处的游景就是金枪鱼的老窝。待会儿天黑了以后，金枪鱼出来觅食了，我们就开船过去钓。钓给我们准备了一排杆子，每根杆子上都绑了不一样的饵，方便我们随时更换钓法，确保最高效的上鱼。一觉醒来，钓友们都已经准备开钓了，游景的灯也亮起来了，亮光会吸引成千上万的饵鱼聚集，也就把无数金枪鱼吸引过来觅食了。钓法很简单，就是用这种长得像小鱼一样的铁板沉到水下100米的地方，不停抽杆子，模仿小鱼在水里逃窜的样子，吸引金枪鱼咬钩。万万没想到，鱼情来得这么突然，全船都开始中鱼了。哦，来了！哇塞！可以，但其他钓友都很纳闷，怎么今天的鱼体型都不大？但对还没中鱼的羽泉来说，已经很奢侈了。我也要中这么大的。要快，要快，这太慢了。金枪它只追快的东西。来了，还可以吗？对，哇，往上攻，对，往上攻。看到了，来枪，还没提呢。这还需要上搭钩吗？是在侮辱搭钩吗？这大钩都勾不到。哎呀妈呀，我手都嘚瑟了。那大的可怎么办呢？这么小，这跟我们钓的翘嘴差不多大。钓友说虽然都中鱼了，但是这些鱼崽子一点也不值钱，跟打龟没啥区别，可能是因为你钓鱼船太多了。一个游艇周围有差不多20艘船抢鱼。现在我们开到游艇的另一边了，这边小船少一点。哇什么来了吗？吓我一跳。你吓我一跳。啥？来了！还、啊、还四四四四，哇哇大的大的，哈哈哈哈，哇哇啊！我顶不住，我录，哇哇哇哈哈哈哈，哇这条一定要上啊，这条一定要上，哇哇哈哈哈哈。干直撑了5分钟，羽泉就实在是拉不动了。船长说这是今天第一条大鱼，他来亲自上手。哇塞，超级大的白影，看到没？哇、哦，不小不小，哇塞，哇哇，来大家，哇哇哇哇哇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也死了，哎，腿上血，学习。看来羽泉今天鱼运很棒，但好景不长，羽泉运船了，看来接下来得靠我了，时间不等人。抽了2个小时，好像给海干休克了似的，竟然彻底停口了。睡醒了？嗯。还头晕吗？恶心。不多休息会儿了？那我得玩会儿啊，我先挂个小鱼放个流吧。先挂鱼没口。我这个放进去了，盯着点，我去那边喝点油去。正好吃个西瓜休息一下。哦！啊！不可以啊！睡醒放留一个饵就中了。你自己的鱼你来。不行了，救命啊！你不行啊！我来，都我来。这条鱼我们两个自己拿捏，自己拿捏。拿捏不住了，抽了2个小时，铁板手都远了，还是得交给船长的。明白了。好，你挂饵可以，你挂的饵老重了，怎么？帮我带饵。啊，好嘞。你是？现在挂饵要收费的。哦，不错不错。
40有了，哇，王一博40，哇，跟你腿一样长，王一博，哇塞，王一博，你在里面晕船了，我吭哧吭哧钓这么久没有鱼，你咔咔一上来挂一个就上鱼，真的是，兄弟们回本有望啊，只要再上个两条就能开始赚钱了，这趟得靠羽泉了，再给我挂一个吃的吧，这行。还是没靠住，谁能想到从那之后就彻底停口，这里是我们全船的鱼货，我和羽泉的鱼算下来只能卖个6000多，这次真的是裤衩都亏没了，假如我再说要花钱攀大海，直接拦着我，必须拦着你，你放心吧，拦死死的，这个鱼货真是怎么样水平，非常不好，这些鱼货应该是一个人的鱼货，多久没见这么差的鱼型，一年多了，对，他们先钓了200多斤，那船钓的不好，反正这趟鱼情不好，其他船钓的也不行啊，来，鱼是有，但口听船长说，前几天的船都狂卡，一到我俩这就成这样，这还搞针对呀、啊。